知道一点，因为我们厂区啊比较大，职工就是六七千人。我嘛，先是知青，顶替父亲进厂，提拔上来当工会主席，接触群众的比较多，阅人无数嘛，是个很大的家属区嘛。国营厂房啊，什么都有，医院、学校，也是一个小社会的形式。七几年、八几年，我们的职工有都不敢暴露，但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，大家都就有点取笑嘛。我概念不同，我本身对人文关怀这一块，我还是比较注意的，因为他们也是一种生存方式。所以我孩子告诉我过后，我首先你考虑不是我有多痛苦，是考虑他怎样在这个世面立足。我在养育他的过程当中，他的男子气啊，始终也比较欠缺，给我的感觉啊是比较文静。男孩可能小时候这种霸道啊，去惹是生非啊，和人家打架啊，他从来没有考虑事情啊，处理的比较妥当，没有一般的小孩子那种混啊、闹啊，理性方面呢，我还是比较赞赏他。我是一个很诚实的人，因为我不想在这方面欺骗父母，给他们先灌输一些思想或者叫做知识，就是有这样的人存在，他们也知道。那么后来就是工作稳定了以后呢，我觉得这方面还是可以说的。他们可能第一直观的判断是你因为是这个，所以你过得不好，要把这个联系给他切断，就是你过得差不多的时候，过得还蛮好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跟他说，我觉得。他在杭州说找到工作了，我们想了却一个心情吧。我们都到杭州来，他已经和路远在一起了。当时相处以为他们耍得比较好，在杭州耍了4、5天，我们就回去了。我始终觉得他们的相处啊，不像同学，两个男同学要好到哪种程度？才能睡到一起，是不是？我们也经过了学生时代的，是吧？也懂，是吧？我都追问他，就给我敞开心扉，彻彻底底说了，你这个性倾向是自身的嘛，天生的嘛，或者是环境影响你？用现在的话叫洗脑。做我们大人很怕这一点。很怕是受外界一个强制的力量使他变成这样，他都从初中、高中到大学这个过程，他说了他的感受，也耍了几个女朋友，但是他们一接触就没有兴趣。他说我可以去找个女孩结婚，但是我不能对她不负责，负相耽搁，来满足你那个传统的私塾的又何苦啊？他这些描述我还是比较赞同的，所以我作为大人，我首先就跟他说，如果你是自身的，用我们的通俗说是天生的性取向，改变不过来，我也只有坦然接受。但是他是我的孩子，我肯定要给他自认为点拨一些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是小众对大众，所谓的正常人都是受这种社会传统、对教育环境所培育滋生出来的。你要去怪他，你加重了自己的怨恨，不行。你也是有知识、有文化的，对人性、对性取向的感触。”你要一个清楚认识，如果是自身的，你都重塑自己的强大。所谓强大，加强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。所谓适应能力，就是你的技能、你的知识水准，才能使你自己过好一点，抵御那种莫名的歧视，莫名的歧视。
实际是我跟他妈说的。我和儿子交流过后，当天的最多两三个小时后，他不担心我，他知道我心里有陈春莲，只担心他妈。我知道妻子的见识面和知识水平，他是比较淳朴的一个人，文化水平是有初中，对社会人文，对这些东西他不啥。我说给你说一件你最不愿意知道的事，但是这是事实，孩子有可能是同性恋。他都懵了，同性恋给我们的最初认识是没有后代，用传统的观念上没有想头了。他第一反应，那我们都搬到最偏僻的地方去，不见人了。他的最初概念就是无脸面对现实了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我归根到底啊，还是一个做思想工作的人嘛，啊，几千人的系列培育了我，在人文关怀当中，既要自己能立足，但是要身边的人能立足啊，不能让他呀就颓废了，也不行噻。他是我的妻子，不管怎样，他是自己的儿子，他和我们深厚必须继续。我们的生活怎样继续，他的生活怎样继续，他是你身上的肉，你都要有担当。所谓的担当，不管他是什么，你都要接受，自己的东西好坏都要接受，要面对生活，生活给我们痛苦，你要直面。既然生活要继续，我们就要选择生活的方式。我们以后要怎样面对这些亲戚朋友的问候，他们是好意，你孩子结婚没得呀，是吧，你事儿多大了啊，结了还没有事儿，他们不生，搪塞全部是搪塞来面对这些。你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建立在别人身上，太累了。我经常给我妻子说，活在世上要学会孤独。以后我们走到尽头，或者你先走，或者我先走，都要面对孤独。在这个时候，要学会同自己对话，找一个内心的自己。你只要找好了，你都不孤独，你就不会寄希望亲朋好友来安慰我两句，来劝喻我两句，那些都是空的。还可以，我对他的担心的话，这一次来以后减少了。我看到他们有一个自己安定冷静的小窝了，必须安定下来你才能考虑得远一点。如果你一天在飘起，你考虑不远的，任何东西都有困难。你无论用什么方式，只要是合理的。我曾经还跟他说这句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人最高级的就是个思想，思想能调动他那个精神潜力，确实是巨大的。借精神的力量，在可能的情况下，尽量去舒畅。肯定希望噻，但是你要消化噻，要释怀噻。这时候看见自己的好友在深知，哎呀，我奄奄一息的要不得噻，没有了，我不期盼，有的我愿他好。我把对孙子的爱还可以转移到儿子身上噻，我没有他那样的条件，但是我还有我的老年生活噻。我要在我的自身的范围内活得比较愉快，会打点麻将啊，钓点鱼啊，唱唱歌啊。我音乐方面还是懂点音符的，长庆、
逢年过节组织大合唱，我是指挥的嘛，我是指挥的嘛，啊，还要教唱歌噻，还要写谱子来教站上台表演，我指挥，全场职工看。朋友模式，互相可以幽默，你也可以调侃我，我也可以调侃，都是成人嘛，啊，是吧？都有差池，都不是完人，对不对？这样处下来，大家比较自由，没有敬畏哦。我是你父亲，你都要尊重我。我说了话，你必须要这，没有这些。只要你能说出我是错的，我坦然接受。相处不要太久，太久了产生意见，产生分歧，产生误解。对孩子好，要好到实在性。我们如果身体好，没有病痛，他们在这里是最大的放心。趁现在我们还能走，我们还能等着自己控制自己生活，互相去过自己的生活，需要帮助的时候再来。始终是自己的孩子，遇到麻烦你必须帮助，捡不起来了就要改善他，让他捡起来。哎，这是你的担当，当父亲的担当，没有办法，这是人性。从生理角度已经定位有 10%， 有可能落到你头上，有可能落他头上，这些我们都要面对噻。我们不可能说哦，开车他要出车祸，那我都不开车了，还得要开车。生活必须抓大放小，所谓大都是正常生活，他们这10%也是正常的。你要像这样去看他，你就不会崩溃的，因为他也是一条生命啊，还是你身上的肉噻，你都轻易把他抛去了，你的人性何在啊？我说的人性都是善良、容忍、豁达，你善不善良？对生命的不尊重噻，容忍，你要接受90%，也要接受10%噻。豁达，接受拥护自己的，也要接受不拥护自己的。他们肯定有一定的道理，只不过你不知道他们的道理基点在什么地方。世界万物共生，和睦相处，怎样和睦？一个家庭都不能和睦，你不得行噻，何况自己的孩子啊！所有包容的要接纳一切，要重塑自己的强大，去理解人家存在的道理。